呢就係警方所謂嘅不偏不倚啊，一定係坊間所講嘅踐踏性執法。踐踏性執法係在於咩？係基於咩理由咧？係基於政治背景啊，定係家庭問題咧？同埋我一直咧都喺度問咧，我哋呢個行業階段咧，係受呢個附表一嘅第十二條獲得豁免嘅，亦都咧法例咧大家要清楚咧。列明咧，我哋呢個係傳染呢個指定疾病嘅狂熱同埋快發物質咧嘅資訊文件有啦，呢個只係一個階段就受到豁免嘅，但係警方不同咧。Hello， 各位立场新闻的读者大家好，现在记者现场就在海富中心对出政府总部的天桥，就现场就有建筑地盘职工总会的人士在那里摆街站派防疫物资和一些地盘的用具，即例如拉尺啊，或者是带一些抗争的宣传单张的。那讲回为什么他们今日會在呢度擺街站咧，係因為佢哋想作出一個對政府同警方執法不公嘅抗議啦。就話早前5月1號，佢哋喺觀塘都有擺過類似嘅街站派防疫物資嘅，咁但係就繼而被警方有防暴去阻攔，同埋會有設咗封鎖線去阻止佢哋擺街站。所以今次他們再出來想再質疑政府的警方的執法是否有雙重標準，還有其實之前現場的軍裝已經是對職工總會的人士發出了警告信，就勸喻他們離開的，但是職工總會的人士表示他們會繼續街站，不會離開，而軍裝警員都繼續在這裡戒備和錄影的。其實剛剛開始街站的時候，都有途經的人士有過去拎物資，亦都有拎宣傳單張去了解街站發生什麼事。好了，現在軍裝警員有些事情宣布。外判物資之外，你現在還進行一個公眾集會。基於幾個理由，我可以跟你說是這個公眾集會。首先第一，你而家嘅左手邊有一位女士企咗喺橋上面咧，佢舉緊手指上面咧，呢個唔係一個派物資行為嚟嘅。另外咧，根據你後面嘅其他標語啊、旗幟啊，我可以斷定咧，呢個係一個公眾集會。咁而家警方咧，這個警告命令你哋即刻解散今次嘅集會，因為你而家咧人數咧係多過四個人嘅。我同你講一次，我哋有見到，但係你而家呢個只不過係部分嘅抗疫啫嘛。你其他啲全部都係公眾集會嚟嘅。我哋有派，你望下你後面嘅旗幟，望下你嘅海報，望下其他人做緊啲乜嘢。佢哋唔係派緊抗疫物資嘅，佢哋喺度進行一個公眾集會。所以而家警方俾個警告你，要你即刻將人數降低至四個人以下。如果唔係，我哋警方有標準，有標準嘅，可以俾多一次警告你啦。如果你再唔將人數降低四個人，我而家冇辦法，我有機會將你票控嘅。可以。
啱啱就有軍裝警員就話會票控翻工會嘅人士，但佢哋會堅持繼續街站。多謝點起，一要揸住嘅揸住埋佢哋，唔緊要嘅。你哋要揸住嘅話，你哋要攬刀攬拳，冇所謂。我哋會交，我哋唔會交錢嘅。我哋打得呢條咁多支出嚟，就要咗唔夠，因為我哋冇辦法，我哋應該抗疫。我哋亦都係有限量嘅物資，你哋係需要揾個負責人出嚟，有冇見過我哋派物資有定冇？咁簡單啊，兩個極都係有定冇嘅啫。如果你哋想修補警民關係嘅話，多你哋唔好再用咁多支下條嚟攬刀攬過香港人，咁樣只係加大咗警民關係嘅啫，警民衝突嘅啫。香港法律是賦予你權力去執法，但是香港法律的精神是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這個是擺到明的抗疫街站。我們有宣傳單張，有抗疫物資，有抗疫物資，有口罩，有搓手液，這個是完全符合這個第十二條所附表一所講的冠冕群組的。如果你們揸住一條五嚿支，正是用上到啦喎，咁呢啲係點啊？呢啲咪成日釀成警民衝突擴散嘅例子咯？有冇人解釋啊出嚟？嚇、啊？人哋去唱歌去接下，你哋就成班黃暴，係咪？唔係咁噶，有少啲嘢。清一場唔代表天下太平啊！記住。一隻手掌拍唔響下就，是的，如果呢有些香港市民買不到口罩或者找不到這個酒店搓手液的話，可以過來拿的，不夠就拿，是的，因為呢 市面上現在口罩還是很貴，所以呢我們呢有些口罩拿回來呢都想買回給市民的，是的。咁見到依家就有途經嘅人士行去拎街站提供嘅防疫物資啊！原先較早前警方派警告信嘅時候，就有口頭講過話俾五分鐘時間俾佢哋去撤走，但係咁睇嚟都超過咗五分鐘，就未有進一步嘅行動。後面就見到有位軍裝警員有帶備旗，係旗手。调停模式。调停模式。调停模式。呢個社會就係充斥住咁多嘅荒謬，我哋雖然見慣，但唔可以習慣。正如我們工會戰線就是職場抗爭的開始，工會戰線就是 時代革命其中一塊拼圖，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多謝。各位真香港人大家好，
我哋係建築地盤職工總會。雖然一提到地盤嗰三個字，大家就會聯想到一種顏色藍，但慶幸地，我哋建築地盤職工總會裏面每一位會員都有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共同理念。今日街站嘅目的，除咗想提提大家喺呢個武漢肺炎，係武漢肺炎，係啊，係武漢嚟嘅肺炎，因為呢個肺炎咧係比較重要啦，所以重要嘅嘢咧，我係會講三次嘅。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还未彻底消退的情况底下，大家仍要保持警觉，记得戴口罩、勤洗手之余，还要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离。如果不知 1.5 米有多少，就过来我们建筑地盘职工总会街站拿回把尺回去看看 1.5 米有多少。是啊，过来拿啦，派的派完呢就没有了，过来顺便拿埋我们工会战线的文宣单张，看看了解一下何为工会战线。精神已经相陷入，我们有区政互助，国际我们有游说战线，香港人反攻大过天，当然就有工会支持。为了要同族群对抗，香港人已经重新出发，光复每一个领域，转化成抗争的实力。话晒这个都是五一黄金，讲翻少少打工仔的心声。我哋撈得地盤嘅呢行嘢，其實咧體會就更加深。過往嘅制度根本就係官商勾結嘅保護傘，用嚟揸乾香港人，幫老細賺到盡。如果因為呢個疫情失業，想求助政府，佢就叫你去攞綜援。係啊，我都好想綜啊，綜你嘅頭去綜啊！呢個社會就係充斥住咁多嘅荒謬。我哋雖然見慣，但唔可以習慣。正如我哋頂唔順陳國強嚇咁一樣，呢日我哋工會就要團結，我哋就要團結，工會同香港人一齊團結去對抗無良資方同埋警暴。工會戰線就係職場抗爭嘅開始，工會戰線就係時代革命其中一塊拼圖，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多謝。各位真香港人，大家好，我是建築地盤職工總會。雖然一提到地盤嗰三個字，清清楚楚寫明為防疫而進行的群組聚集咧係獲得豁免嘅。如果咁樣講你仲未明嘅話，唔緊要，我哋街站咧隔離有易拉架嘅，易拉架上面咧已經列印蛇渣病種嘅工會同埋財團嘅啫，而基層市民咧係永遠得唔到保障嘅。要真正光復到我哋呢個香港，過程中必須包含多種嘅元素，營造多條唔同嘅戰線，大家目標一致，齊上齊落，咁樣先至係真正屬於呢個時代嘅革命。香港人唔單止抗爭手法已經進化咗，連思想都已經武裝起嚟啦。時代革命之後，所有社會運動嘅性質都因為極權嘅不停打壓，黑警嘅不停濫暴，黑警嘅不停濫打，作出咗因時制宜嘅改變。香港人絕不能夠再忍受無日無之嘅警暴，香港人絕不能夠再容許黑警成為特權階級嘅一生不受制裁。時代革命嘅精神已經相信入香港人嘅日常生活，發展出多條嘅戰線，形成全民抗爭嘅初形。政治層面，我哋要踴躍投票，選出真正為我哋香港發聲嘅代表。生活層面，我哋要搞好我哋自己嘅黃色經濟圈。社區，我哋有區，我哋撈得地盤嘅呢行業，其實咧體會就更加深。勞工法例咧，其實咧就千瘡百孔嘅，加埋咧淨係識得叫人收信啲勞工處，拖輪走數嘅撲街神走老細咧就通街都係，拖完輪咧仲可以咧無限復活嘅。往往咧現行嘅政制啊同埋呢個制度法律咧都俾唔到公道我哋嘅。Hello。呢個係警方俾你嘅第二次警告啊！咁啊，頭先都講咗啦，同你咁啊，我哋明白咧，你而家反抗嘅事啊，但係咧，我要明白一樣嘢，基於其他嘅考慮咧，係你而家喺參與嘅中間嚟嘅。基於啲乜嘢考慮？但第一，呢一個你頭先喺度講嘅所有嘢咧，其實都唔關你參與嘅事嘅。你頭先講嘅係咩？即係唔帶到樓上一筆我啊！你呢啲完全唔關參與嘅事。你有冇聽過？如果你播翻一次俾你聽。
果你要派物资嘅话，其实唔需要用呢啲梯啊。呢个系全嘅。一个公共集会其中嘅元素之一。系一个全嘅。点解我哋街站咧要全嘅咧？一定要啱啦。咁所以点解咧？我话俾你听，呢个公共集会，我讲翻我个理据俾你听啫，得唔得先？咁仲有你望下你其他嘅嘢咧，其實除咗品上係放物之外，其他都唔係嘅，得唔得先？呢啲我冇前日亦都冇派發，我影呢個，我只不過係擺喺度啫。但係我哋有派防疫物資嘅，係有空間，你唔好成日咧就話我哋冇派。係啦，有就係有啦。我就唔係講其他，我亦都係同其他香港市民講緊咧，呢個疫症係未完嘅。我而家收翻曬啲牌，就可以繼續擺。冇錯，係啊，你收翻曬所有其他嘢，包括而家批上面出嚟。呢一點我唔同意，因為咧喺呢個限制係兩間之間出嚟咧，係講明咧我哋要全陽嘅，全陽意思係全。如果唔批咧，如果唔批咧。如果係咪加入其他資訊就係唔係一個抗疫嘅階層咧？咁我想我咁，如果你哋真係咧要有心去做一個招手納嘅話，我哋真係睇多啲民建聯佢哋點樣擺，佢哋點樣擺，我哋點樣擺嘅啫。其實，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就好安全嘅，又冇跳動啊，又冇經過啊，又冇阻撓嘅。但係我哋咧就放寬阻撓嘅。其實你而家成班警察。你成班警察嚟圍喺度，我已成個雞蛋停止咗啦。因為咧，我冇氣啦，因為我冇氣，冇你出得咁多啊嘛。我飲啲啦，我可以細聲啲嚇。但係咧，我想講，我哋咧係根據唔同嘅資料出嚟擺呢個抗疫街站嘅，而香港冇法例講明咧係唔夠資嘅抗疫街站係唔可以包含咧其他嘅元素嘅 ，OK？ 抗疫點可以唔講其他元素呢？點解香港人今日要抗疫呢？就係林鄭唔通關，係咪又要由呢個年頭講起呢？點解唔通關？點解香港人要排隊買口罩？點解幾百蚊一盒口罩呢？就係林鄭唔通關啊嘛！林鄭唔通關，醫護罷工，勸佢。一講到政府，我哋地盤佬就大把嘢講噶啦。有邊個地盤佬係會滿意政府嘅？唔滿意政府就咁噶啦，加上其他資訊就咁噶啦。呢啲係一定嘅。真係好想講下，點解我唔可以講其他元素呢？因為咧，我哋擺出街站咧，都係俾警方咧打壓嘅。
呢啲咧就係鐵一般嘅鐵證如山，林鄭啊所講嘅鐵證如山咪就係呢啲咯。兩個好大對差嘅，一個咧就係防疫，一個就係防疫，大家都係對比嚟噶。點解啊？嚇？警民衝突咪就係咁樣嚟咯？點樣叫不偏不倚啊？係咪不偏不倚地選擇性執法咧？我想問下。警方因為咧攞住呢個599G咧，喺呢個限制期間咧，不停濫告、不停濫報咧，係眾所周知嘅啦。但係我哋香港人咧，係雖然見慣，但係唔會習慣咯。我哋要據理力爭。就有記者問，職工總會的負責人阿 B 會不會聽從警方的勸喻我們有走離開，咁佢就話好堅定咁講話唔會嘅。同埋咧呢個嘅拉實嘅，係提醒大家咧保持呢個 1.5米嘅社交距離嘅。嗱，而家咧疫症咧就未完嘅，係啦。雖然我哋有十幾日嘅零個案嘅本地確診啦，但係咧我哋時刻緊記咧都要咧。疫症咧仲未完全去結束啦，因為呢個限聚令咧都未完全被撤銷嘅。其他國家咧亦都咧呢疫情咧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啦。所以咧我哋自己咧香港咧都要緊守住崗位，係啦，繼續咧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嘅。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我是建築地盤職工總會，今天在這個防疫街站出題大家疫症未完過來呢拿回呢一些防疫物資，有口罩、酒精搓手液和拉扯的。拉扯是提醒大家呢要保持時刻保持 1.5米的社交距離。雖然這個有十幾日的零確診，但是鑑於呢個外國疫情仲係非常嚴重，所以呢我哋香港人都要保持呢一定性嘅警覺，記得呢時刻呢都係戴返住個口罩啦，同埋勤洗手啦。酒精搓手液呢同埋口罩呢拉扯呢我哋呢度都有派嘅。就接近午膳時間啦，就睇到喺政府總部咧就開始有人就行出嚟，應該係午膳時間出嚟 lunch break， 咁開始職工總會嘅人士都向佢哋派發防疫物資，例如酒精搓手液啊，同埋其他嘅抗爭或者係一啲防疫資訊單張嘅。有啲搓手液派嘅。係啦，而家我把拉扯咧，拉咗呢個咧就叫做安全嘅社交距離啦，1.5米啦，係啦。所以咧，大家要成日講嗰個社交距離咧，講就講到啦，但係何謂1.5米咧？咁再有人士係去街站度拎防疫物資啦。
我各位香港人大家好啊！我哋建築地紅色公眾號啊，今日喺呢個街站咧，係提醒大家咧要正面前啊，時刻緊記戴口罩啊，行水之前咧仲要保持一點五米社交距離嘅。如果唔知咧點啊社交距離有幾多唔緊要，我哋呢度有拉線牌嘅，係啊，拉線牌嘅兵咧就係你啦。另外咧仲有咧呢個酒精沖涼啦，防熱嘅單槍啦，口罩啦，我想都會有得派嘅呢度。有邊個冇口罩啊？或者酒精搓水液用完啦，嚇，就嚟攞啦。我都想自翻嘅。呢度咧係有大量酒精搓水液同埋口罩咧，派發俾香港市民嘅。或者可以睇警告信，睇下嗰度有冇資料。香港市民大家好啊！我哋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啊，今日我哋呢個擺呢個街站咧，係提醒翻大家咧，時刻緊記啊，戴口罩、勤洗手之餘咧，仲要保持呢個 1.5米嘅社交距離。如果唔知 1.5米有幾多咧，歡迎過嚟攞把尺咧，過嚟睇1.5米有幾多，把尺係俾你嘅。仲有我哋嘅防疫物資派嘅，例如咧口罩啦、酒精搓手液啦，我哋都係免費派發嘅。如果冇口罩、冇酒精搓手液咧，就可以歡迎大家過嚟攞下攞物資嚇。暫時睇由政府總部方向行出嚟嘅人士都唔係特別多去接職工總會嘅防疫物資啦，或者係走去街站嗰度睇啊八卦下都未見嘅，唔知係咪大家趕住享用呢個午膳，可以再繼續觀察一下。我哋行前少少睇下咩事先。咁啱嗰位女士，即係喺軍裝警員中間嗰位女士，就同記者講，佢哋只係傾下偈就。唔係啲十分緊張狀態發生嘅。
加標係美國領事館，係啦。呢、这個階段咧係有建基於咧呢疫情咧仲未徹底消退啊，所以咧我哋擺呢個階段咧係提醒大家咧時刻戴緊記，唔係時刻緊記戴口罩、勤洗手之餘咧，仲要保持一個 1.5米嘅社交距離啊！如果唔知道1.5米有幾多咧，歡迎你過嚟咧攞一把拉扯翻去啦，係呢把拉扯係俾你嘅，翻去度一度咧1.5米有幾多？除咗拉扯有派發之外咧，我哋仲有防疫嘅物資嘅，例如防疫單張啦、酒精搓手液啦，同埋口罩嘅，都可以咧派發俾市民咧用嘅。係啦，如果有啲市民咧冇口罩用啦，或者呢個酒精搓手液用完咧，都可以過嚟攞噶。香港人大家好啊！我哋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建基於咧疫情咧仲未完全消退咧，所以我今日擺呢個街站咧係提醒大家咧時刻緊記戴口罩、勤洗手之餘咧，仲要保持1.5米嘅社交距離嘅。如果唔知道1.5米有幾多嘅話，歡迎過嚟攞把拉尺，係啊，呢把拉尺係俾你嘅，係送俾你嘅。過嚟睇下1.5米距離有幾多。除咗攞拉尺之外咧，仲有呢個防疫物資嘅，例如咧酒精搓手液啦。防疫的擔張啦，仲有口罩派嘅。如果大家冇口罩，甚至乎咧呢個酒精搓手液都用完嘅時候咧，歡迎你哋咧過嚟咧攞一啲防疫物資翻去嘅，攞幾多都得嘅，攞埋俾你朋友啊，攞埋俾你同事啊，攞埋俾你屋企人嘅，都得嘅。
位立場新聞的讀者大家好，記者就概括總結翻過去兩個鐘呢個現場海富中心對出嘅海富天橋發生咩事嘅，咁就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咧就有幾名嘅成員同埋發起人阿 V 就帶咗啲防疫用品同埋拉尺嚟宣傳呢個防疫嘅資訊啦，同埋佢哋想作出一個控訴，係覺得警方係呢個雙重標準去執法嘅，就話留意到過去電制啊或者親中團體有啲遊行抗議活動咧，咁警方其實都冇加以阻撓，但係過去5月1號嘅時候，佢哋嘅總會喺觀塘亦都係擺設一個好似今日咁樣嘅街站派遺物資啦，咁但係就先後有軍裝警。